现在整个市场气氛的确是改变了，我们看到包括一些叠升这个陆股这也在反弹啊，美股也在涨哈，好像全部这个 ETF 都动起来了哈，全世界我们这个昨天 ETF 成交量前20，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涨这么多哈，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抢进各类股债 ETF 就给它勇敢买下去吗？年底拼这一波，郑贤。我对于债券的 ETF 我是觉得还蛮看好的，因为毕竟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头，那个头就是一个尖头反转要下来的一个样子，再加上现在大家明显的都预期什么，就预期到明年的这个中的时候会开始一个降息，那通常市场都会提早这六个月对啊提前反应嘛，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认为是还不错，但是股票的 ETF 我就没有那么绝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啊，台湾很多股票 ETF 号称叫 ETF 啊，实际上就叫台积电 ETF， 就台积电就占了这个 ETF 绝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你问我说台积电在短期之内会不会上涨？我认为这次万T公关也不会有台积电来公布，因为它的这个复苏情况可能要等到明年才有比较明显的。台积电带领带就万八了的复苏，所以我认为廷浩说的是当然非常有可能了、啊，因为这个会不会再创下新高？这个。指股市的几乎永远都是左上右下，只是看时间的推演的一个状况。那你说买这 ETF， 你如果你用长期用这个角度，我认同。但是如果它短线上你就立刻看到万七而一起去买 ETF， 我认为股市就不用这样想了。但债市我觉得是有机会。那陆港股、美股你觉得可以买吗？陆股 ETF 就是一种抄底的状况，抄底的时候就一群人在买正二。对，现在一群人在买正二。一群人在买正二。那台湾的厉害就是什么？台湾的 ETF 还是要稳定，可台湾人把 ETF 当过洗把倒下再播啊。就是对，我们就是一种敢拼搏的精神。那我只是在暗示大家，提醒大家，这个曾经台湾有两个 ETF 消失，也都是因为大家把三当成洗把澡在拔，一个是原油正二，然后一个就是 VIX 的恐慌指数，就太多人把它当成说啊，只要往上就这样做。那我认为这种方法叫赌徒个性。我说你说要投资，你就不要做这种赌徒个性的事。好，要买就不要买什么正二，买原型就好了。好，这个我们这个正二，我们这个其实内容讲过，今天没有时间讲哈。好，我们怪老子肖老师怎么看？其实现在不管是股票的 ETF 或者是债券的 ETF， 其实都是好时机，都好时机。对，股票 ETF 呢，因为我一直不是做短线的操作，而是长期来看。只要是高股息的 ETF 以及市值型的 ETF， 它的长期趋势就会往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从高股息的 ETF， 就是说我是不是以后每一年都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进来，也就是配息。你的钱越来越多，那么你的趋势是不是就会长期趋势往上？那市值型的呢，也是一样，市值型。甚至于比高股息还要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人喜欢高股息，都觉得说啊，那个高股息比较多，它不要市值型，不要忘了，高股息 ETF 它把成长型给过滤掉。台积电有没有在那个高股息里面？没有。台积电不好吗？不是它不好，而是因为它会成长，所以它现在配的息比较少啊，不说赚这比例比较少，不是说它配的比较少。所以你看高股息的把会成长的过滤掉，所以只要你勇敢一点，其实市值型的 ETF 会比高股息的 ETF 还要好。但是我再强调，不是说高股息的不好，也就是它也不错啊，因为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进来。但我们现在追求成长，市值型优于高股息，是的。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债券的 ETF 更好，更好。这怎么说更好呢？如果说我们在谈我要股息我要配息的话，高股息现在那个殖利率那么高，虽然是说有那个稍微低一点了，但是你要想说从去年这样一路下来有没有，我们降了多少啊，那个00679比从最高点到现在已经亏了50几个%了，那个也就是殖利率才下降了大概2%左右，对不对？那你刚刚不是在提说联准会这样子，为了明年有可能上涨1.5%，那意思是什么？你就会把它补回，过去怎么跌下来，现在就怎么涨上去。债券 ETF 比较值得买，有类型很多，我们待会细细来讲哈。好，挺好。我们一样分为股债来讨论啊。对于股市的想法，其实刚才已经讲的比较具体了。基本上我们观察到啊，整体 EPS 跟股价它本来就像是狗与主人的关系哦。
这个股价涨多之后，它总有一天它会回归到基本面。那有时候波动大，有时候波动小，就看你签到的是吉娃娃还是藏獒嘛。那有时候波动本来就比较大。那股票市场的部分，我认为啊，前阵子在整个三季度均值回归之后，的确最近又开始拉快。你当然可以等待乖离回调的时候再来进行部件也可以，但不会改变目前属于景气低位阶的现象。那对于债券型相关 ETF 的资产的部件呢、啊，我们就要取决了解说，到底联准会在宣布停止升息多久以后才会进入到降息格局，我们才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预估图啊，知道我布局的债券大概多久以后能够给予我不错的报酬。按照过去四次的经验呢、啊，上一次2019年停止升息以后，大概维持了接近有8个月的时间，就在高利率哦，所以升息结束它不是紧急降息哦。那2006年到2007年维持了16个月，2000年到2001年维持了8个月，1997年到1998年维持了18个月。它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四次的升息周期经验当中，显示了升息结束大概至少是8个月起跳，保持在高利率，也就是债券价格的筑底期它会拉得比较长。大家不能现在一股脑的全部就 all in， 反而放弃了后续还有更多部件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进行债券的部件一定要采取哦缓步持续投入的迹象，可以使用债券梯的方式来进行布局，比如说4.5%到5%来进行一部分比例的资金投入，5%到5.5%进行一部分资金比例，5.5%到6%，那我觉得6%就差不多了，应该已经算是10年期公债的高点了。用3等份的资金来进行投入，它会比较恰当。当然了、啊，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投资尺度。我刚才已经讲的比较清晰了，正由于目前季季 EPS 哦，明显标普百指数是持续增高的，也就是哦，股市应该是会蛮合理的反映持续 EPS 的好转，股价你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预估线，可能。全职型 ETF 它就这样上行上去了。那债券型 ETF 呢，正由于它可能会保持在高利率一阵子，它就要在下方稍微筑底一段时间、但是呢，你只要等得够久，你一样可以等到利率有下滑的时刻，对于债券价格资产的拉抬，它完全取决于你的投资尺度。好，如果现在叫你加码，你会加码哪些？我个人会，如果我具体加码的话，我会挑选几档来做布局啦。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啊，现在在整体 ETF 啊，成长幅度最快的大部分都是最近才刚推出的这些 ETF、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中信成长高股息，或者我们看到的野村台湾新科技50哦。那我想跟投资朋友分享的第一件事情是哦，对于这些新挂牌的 ETF， 我觉得英雄要论出身底，要多给他一点时间来看待他的实体绩效。原因为何？第一，所以先不要太冲动啊。对，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又是成长又是高股息，那到底要怎么来做布局呢？你高股息通常意味着它比较偏向价值股，能够给予你稳定的配息。它都把钱给你配息了，它哪来去成长呢？它的选股逻辑很有趣，它就变成了某个几个月份，由于这段时间没有配息，那我就去投资成长股。等到了配息的月份，那我就投资这些配息股。听起来也不错、不错。但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哦，我记得当年是900惨剧吧。好，这个几乎是每一个季度都在大量的进行成分股的更换，最终造成的就是内扣费用的高速上行。你每年就赚4%到5%的配息，啊，内扣费用要给你1%2%，你受得了吗？我受不了，反正我是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多给他一点时间来观察。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新挂牌的 ETF， 你一定要确保它现在要有平准金机制了。为什么？因为现在 ETF 很容易不小心哪一个就爆红，那爆红之后受益人数的大幅度的激增，如果它是以配息型作为主要导向，比如说它可能9月才成立，除权息已经结束了，就它很快明年一季度就要给你配息，它的配息哪里来的？所以当年878惨剧就是这样，就是它，我记得它左手配右手啊，对，它成立的时间是8月，那但是当时它还没有平准基金制哦。它成立时间是8月，它才领到一点点股息，但是受益人数大幅度的暴增，僧多粥少的情况底下，就变成了最后现金股利殖利率当年是0.03%，惨不忍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观察一下有没有平准基金机制，短期内有没有折溢价的风险，还有新挂牌的 ETF， 我们稍微再等等，把焦点就直接移回来相关的老字号的0050、0056其实就可以了。那56878，当然过去一段时间 AI 行情可能有适度的股价推高，你大可以等待乖离回调。可是刚才讲到了，由于现在是景气低位阶快要结束的迹象，你想要布局0050可能就要趁现在了。因为再过几个月我就不建议大家了。为什么？因为过几个月最后上车，对，过几个月以后可能景气就进入到扩张格局。我举个例子，目前整个景气信号灯目前大概还在接近16分、17分左右缓步的上移，但是还是处于一个蓝灯和黄蓝灯的区间上一次明显景气信号灯的下滑，大概是在2020年，再上一次是2018年美中贸易，再上一次是2015年上证股灾，再上一次是2011年欧债危机基本上每3到4年都会有这样的库存循环。可是你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说，那我希望等到下一次的蓝灯再来买每一次
终有一天会回到蓝灯，但是股价不一定会回去。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万六啊，它不只是一个本轮景气循环的底部，就算有一天台湾真的再度进入到经济衰退啊，也不一定会回到万六。好，所以我想跟投资朋友分享的是这样的概念。OK， 好，所以这个万六，这个廷浩的看法是底部中的底部，大家把握的机会，我们感觉蛮像购物台，0050，赶快这个把握一下。